请你搞清楚，不要以为只有你是他妈妈。你才是他的母亲。那当然，我是他生母。无论如何，请一定要阻止他。传信到现在还一直被蒙在鼓里。爸怎么可以做这种背叛我们的事？那就让他带走，叫他赶快带走。我不希望他再受到任何的伤害。我可以让他过得很幸福，脱离那个贫穷破烂的家庭。这些是伤害。加油，传信！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中天娱乐台。